每日神话。茫茫世间，沧海桑田，桑田沧海，不知多少个轮回。除了万物之中主宰着一切的那一位，没有一个人能引导带领着这个人类，也没有一位能者是为着这个人类而操劳预备什么，更没有一个人能带领这个人类走向光明的归宿，摆脱人世间的不平。神在为着人类的前途而叹息，为着人类的堕落而痛心，也为着人类一步步走向没落，走向不归路而伤痛。没有人想过，这样一个让神伤透心，背弃神去找那恶者的人类会走向何方呢？正因为如此，没有人去感觉神的怒气，没有人去寻求讨神喜悦之道，没有人去靠近神，更没有人去体察神的伤与神的痛。人都在听到神的声音之后，仍旧另行其道，仍旧离神而去，躲避神的恩待与看顾，回避神的真理，宁愿将自己卖给那与神为敌的撒旦。谁又想过，人若总是这样执迷不悟，神又会怎样对待对他不屑一顾的人呢？没有人知道，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劝勉人类，就是因为他手中预备着从未有过的灾难。这个灾难是人的肉体与人的灵魂所难以承受的，不是仅仅惩罚人的肉体，而是针对人的灵魂。你要知道，当神的计划落空时，当神的提醒劝勉没有得到回报时，他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怒气呢？这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从未尝到也未曾听到的。所以我说，这个灾难是前所未有的，也是以后不会再有的。因为神的计划是只造这一次人类，也只拯救这一次人类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所以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到神此次拯救人类的良苦用心与急切期待。世间沧海桑田，桑田沧海，不知多少个轮回。除了万物之中主宰这一切的那一位，没有一个人能引导带领着这个人类。
也没有以为能者是为着这个人类，为着这个人类而操劳，预备什么？更没有一个人能带领这个人类走向光明的归宿，摆脱人世间的不平。神在为这人类的前途而叹息，为这人类的堕落而痛心，也为这人类一步步走向没落，走向不归路而伤痛。没有人想过这样一个让神伤透心，去找那饿着的人类会走向何方呢？正因为如没有人去感觉神的怒气，没有人去寻求讨神喜悦之道，没有人去靠近神，没有人去靠近神，更没有人去体察神的伤与神的痛。人都在听到神的声音之后，仍旧灵性祈祷，仍旧离神而去，躲避神的恩待与看顾，回避神的真理，宁愿将自己卖给那与神为敌的撒旦。有想过人若总是这样执迷不悟，人若总是这样执迷不悟，神又会怎样对待对他不屑一顾的人呢？知道神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全面人类，提醒全面人类，就是因为他手中预备着从未有过的灾难，他手中预备着从未有过的灾难。这个灾难是人的肉体与人的灵魂所难以承受的，不是仅仅惩罚人的肉体，而是针对人的灵魂。你要知道，当神的计划落空时，当神的提醒全面没有得到回报时，他将会发出什么样的怒气呢？
神模样的怒气呢？这是任何一个受造之物从未尝到也未曾听到的，是以后不会再有的。因为神的计划，因为神的计划，只制造这一次人类，制造这一次人类，也只拯救这一次人类。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苦用心与急切期待。